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盘点惊奇》，我是大宇。那今天下午呢，在“干净世界”平台上的时事大聚焦节目做了两个小时的直播啊，跟进川普在纽约应讯的事件。那今晚节目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些信息更新。川普在四月三号下午呢就到纽约了，四号白天在纽约忙活了一天，转身就坐飞机回到佛州。晚上呢，他在海湖庄园面对众多支持者呀，还安排了一场演说。 如此紧张的行程啊，有的年轻人可能都要喊累，但是已经七十六岁的川普却能一直坚持。那下飞机之后呢，乘车刚回海湖庄园的沿途，川普就受到了支持者们夹道欢迎。在汽车经过的时候，他的支持者们呢还挥舞旗帜，一起高喊 “USA USA” 的口号，表达对他的声援。那坐在车里的川普呢，则是隔着车窗向支持者们摆手致意。 不时呢还比出大拇哥，那跟川普坐在同一车里的人也很懂得现今的社交媒体传播，抓住了一个外人绝对难以抓拍的角度，留下了川普跟沿途支持者互动的一个难得画面。金碧辉煌的海湖庄园大厅里是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人群，与他四号稍早时候在纽约遇到的人群不同，这里完全是川普支持者的海洋。 那么，川普一出现呢，便受到了英雄般的欢呼。虽说呢，很多憎恨川普的人希望看到这个史上第一个被正式起诉的前美国总统现在有多么狼狈，但是呢，现今的景象并非如此。当前的检控不仅让川普支持者呀更加团结，并且给川普带来了更多的同情票。 那么，二零二四的川普总统选战团队在最近一个二十四小时的周期内，迅速得到四百万美元的捐款，都是小额捐款汇成的。其中呢，多达百分之二十五是初次捐款。可见，本次检控啊，目前从另一方面看呢，还给川普带来了一个积极的效应。不过呢，川普团队仍然应该保有警惕，因为呢，也有人在媒体撰文分析，认为如果这场检控被拖得又乱又久。 可能也并非对川普竞选能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那在今天过堂之后呢？纽约的法官要今年十二月四号川普再次出庭。那这看上去啊，好像川普团队又有了足够的时间准备。但是呢，一下子把这个案子的审理推到八个月开外，拖这么久，那势必会拖累川普团队二零二四选战的经历并非善事。不过在当晚的海湖庄园聚会。 众多川普支持者呀，无论如何是要给川普打气助威的。现场嘉宾云集，除了川普家庭之外呢，还有今天上午也在纽约的川普应讯地点外短暂出现为川普举行集会的众议院 MTG 啊，被一些华人观众称为“马大姐”。去年中期选举，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明星 Carrie Lake，川普的铁杆粉丝，在美国被称为“枕头哥”的 My Pillow 公司 CEO 林德尔等等。 那四号晚大约八点三十分，川普走到众人前面的讲台上，在习惯性的摆放一片美国国旗的背景前开始演说。那这场演说呢，相对的简短，大约只有二十分钟。那一开场呢，川普就列举了一系列针对他的调查，最后呢，他点名说针对当前对他的正式起诉，他说呢，他根本就没有犯罪。那接着啊，川普把画风瞄准了那些针对他的几个民主党籍的地区法官。 或者是特别检察官，而这些人所主导的调查呢，如果被进一步推动，可能要比目前这个因为封口费而起的检控应对难度会更大。而他目前面对的调查呢还很多，除了当前封口费这件案子，还有纽约州总检察长针对川普集团的有关商务欺诈的调查，国会针对二零二一年一月六号国会山事件的调查。 司法部还有 FBI 针对所谓川普在海湖庄园藏匿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文件的调查，还有乔治亚州有关川普电话干预当地选务的一项指控等等，这么多调查同时在进行，面向不同。虽说呢这些调查都未必有什么结果，但是呢如果这些背后存在政治动机，那可以促成一个结果，就是给被调查对象进行心理施压，让其永无宁日，从而在选举事务上分心。 还要不断应对昂贵的法律开销，这真的是很糟心的事儿。而且摆在川普面前的还是一大堆。川普在当晚的演说中讲，其实什么都没发生。要说他犯的过错，那只有一件。 那这句呢，成了当晚演说的点睛之笔，也是川普为自己遭遇当前一系列麻烦的最精辟的注脚。而四月四号白天，川普在纽约过堂之后啊，起诉书的内容也随即解封，外界知道了其中更多的细节。马顿地区检察官 Evan b r a g g 以三十四项联邦一级重罪指控川普在二零一六大选前后伪造商业记录，说川普在当时的选举期间使用 c a t c h and kill”（ 中文名为“捕杀计划”）的一个行动。 在二零一五年八月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之间，伪造了几十条虚假交易，分别掩盖其不同的所谓犯罪行为啊，并声称这些违反了联邦的选举法。那起诉书中啊，甚至列举亲川普的一家名为“美国媒体公司”的这样的机构，还曾向纽约川普大厦的一名门卫支付了三万美元，也是封口费。那这笔钱封的是川普的所谓私生子，意思是不让这个门卫说出有关川普私生子的事儿。 其实呢，对我来说都是第一次听说啊，川普还有私生子，这真的是头一回有这种说法。那这个私生子是谁？母亲是谁？这些都没有下文。川普对家庭的重视众所周知，那川普家庭的团结也是有目共睹，经常在公共场合出现。那川普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十分爱惜，很难想象这样的家庭会跟“私生子”三个字扯上关系。 那当然了，要想指控就得拿出证据，但现在我们外界呢还没有看到相关指控的更多实质证据。在纽约过堂前后啊，川普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还会举出他那个标志性的拳头，展示自己的斗志。而其实四月四号这一天，虽然川普一案吸引了众多媒体驻足法庭外拍摄，等待抓拍新闻，但是呢，能拍到川普的机会极其稀少，要么就是拍到川普刚进门时的短暂背影。 要么就是连背影都没有，只能拍到他那顶金色的头发。有的媒体拍到川普出入的正面影像已经是相当不容易。同时呢，正如我们前一天所说，纽约法官破天荒的竟然允许媒体在法庭内部给川普出庭拍照。其实呢，这是一种具有一定侮辱性的决定。那既然是史上第一次起诉了做过总统的人，那叫他低调的过堂也就完事了。 本来法庭内外也是不允许外人打扰的，手机都不能随意带入的。但是这一次却允许媒体拍照，拍下川普这名首都被刑诉的前总统的历史瞬间，连过堂都要给全世界围观一下。我想这绝非善意。而无论前任还是现任总统，这种刑诉都是第一次。川普在前往法庭的路上，还在自己的真相传媒上发了一些短文，说自己呀、啊、要去法庭了，他们要逮捕我。 这简直太超现实了，不能相信这会发生在美国。那他还说呀，极端左翼的民主党人将司法系统罪恶化，这不是美国应有的样子。甚至在当晚的佛州演说中，川普还撂了句狠话：“我们国家正走向地狱。”美国政界的好多政客，如果去仔细调查，真的都可以找出很多大瓜啊。但对川普调查这么久，主要竟然还围绕在绯闻、封口费。 公司财务等等问题上，而且是掘地三尺。其实很多企业如果都这么去查的话，可能都会查出问题来。但是啊，恰恰那些真正事关国家安全的大事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甚至对中共渗透美国的种种行径，如果把调查川普这个劲头啊放到那上去，我相信呢，很多人一定是赞同，要比现在这么处心积虑的调查川普更有价值，更值得去做。本周三。 也就是四月五号，蔡英文确定会在加州的里根总统图书馆跟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这是台湾中华民国总统首次在美国本土会见美国政坛第三号人物，备受瞩目。中共外交部早就跳脚威胁，妄图阻止本次会面。而上周蔡英文在纽约过境的时候，中共呢还被曝光花钱雇人去蔡英文下榻的酒店外面抗议。 这都是中共在美国本土做的，这也在破坏美国本土的民主制度。其实呢，更值得去深挖。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司法系统对此表现出了比检控川普更大的兴趣，这真的蛮令人忧心的。而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独家曝光，蔡英文除了会与麦卡锡见面之外呢，还会与另外十七名美国跨党派议员会面，包括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主席麦克加拉格尔。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民主党首席众议员克里希纳穆提，知名的友台国会众议员 John Chris 等等。而与此同时，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内部却传出有人因为前些日子在报纸上漏印了习近平的名字，而真的遭受了处分。那这件事呢，相比很多国际大事不算什么，却是民主与集权的典型区别案例。那这也是为什么台湾还有很多香港民主派人士。 抗拒中共的原因之一。三月三十号，因为在《人民日报》第五版中有一句以“什么什么同志”为核心的话漏掉了“习近平”三个字，变成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句子，捅了大篓子，报纸被召回销毁。那现在有消息说呢，有关编辑还有负责投递的人都已经被处理，并且呢，根据另外一条消息的爆料，那天啊，当局回收的报纸有三百多万份。 而往往中共呢，为了控制跟引导舆论，也为了保证准确向外界灌输中共高层的意志，那这些大型党媒啊，要经过五六道审核程序才能发表。那这种漏印呢，被当局视为是重大事故。现在呢，已经有网民调侃说，《人民日报》把习近平整没了啊！这就是当局一定要回收报纸的一个原因。此外呢，当局对内的精致化宣传还体现在对大众舆论的引导上。 比如最近那个香港燕兴彭丹啊，突然就成了所谓经济研究院的院长，而且兼任甘肃政协委员。彭丹并暗示自己在洪都拉斯跟台湾断交上建功，因为呢，他曾在此前率团出访洪都拉斯，认为是他拉近了两边关系。这个事儿啊，瞬间引起很高的关注度，主要是彭丹是燕兴出身啊，突然在所谓外交上崭露头角，立即引来很多议论。但是很快。 张继科用景甜私密影像抵债的丑闻立即发酵出来，所以有人分析认为啊，这会不会是当局用来转移对彭丹的关注度呢？那彭丹的背后可能更不简单，不过也并不一定是这样，因为彭丹事件呢，虽然关注度很高，但他的背后的后台到底是谁，现在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个大陆叫印和田的财经专家四月四号说。 彭丹所在的所谓经济战略研究院去年成立啊，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还发电报祝贺，而彭丹呢居然还在2023年2月去拜会洪都拉斯新总统，并自称在台红断交上发挥作用，这都说明彭丹可能确实有背景，并且还指出啊，彭丹在北京有个背景强大的干爹。 说干爹是谁呀、啊？他先不去猜，但是呢，两千年前后发迹的上海首富周正义以及实力不相上下的地产大亨叶利培、彭丹呢，都看不上眼儿，而且呢，说他的干爹对他们那两个富翁啊，可以说抓就抓。彭丹啊，跟上述两人确实有过接触，那这两人呢，后来确实也都吃过牢饭，这更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彭丹的北京干爹到底是谁呀、啊？那现在网上传言怎么说的都有。 有说是赵乐际，甚至还有人直接说是习近平。其实呢，也有另外的可能，比如在香港经营多年，并且在中国大陆娱乐圈都很有影响的曾庆红之弟曾庆怀。曾庆红是江派军师，江派内部同时有很多上海帮的人。如果有曾家做后盾，那么彭丹呢，确实也有能力让干爹在上海地界儿啊给他撑腰。不过现在江派示威。 彭丹竟然还能在外交场合活跃，这确实很让人好奇啊！背后到底是哪个红色家族的势力？好，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欢迎您分别关注和订阅我在“干净世界”和 YouTube 上的新闻盘案惊奇频道。那更多节目的相关信息啊，您可以查看留言区的置顶信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